你看看这一幅，我这第一个感觉是这得绣多久？几年？这得58个人用了3年的时间。我的天哪！ 那么这一件作品呢，描绘的是丝绸之路，彰显出是，你看这个主人张骞啊，这种坚定的带着一种使命去求这种和平，他的随从的那个大将军，他的一个装备，这些装备我们是参考了很多很多的资料，我们还设计了一些原型，包括那只鹰，山脉，对，包括那远处的山，河野后面的宫殿。 哦，它背靠着自己出发的地方。对，像这漫漫西域前行。对，在这个上面，在刻画这些人物以及这些空间的时候，让我们这样的绣法上面也是一大突破。它也不是纯粹的，我们所谓的是平针绣，也不是纯粹的是乱针绣。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龙针绣。近看，就是要有细节。 远看就是要有立体，这是颠覆性的一个作品，对，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印象，传统的。原来也能是有力量，对，让人热血沸腾的。嗯。